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米安 TV， 我是大米远，这里是桃园机场的第二航厦。今天我要介绍的是街边的美食广场，我们一起看一下吧。这边呢是有桃园的捷运直接接通的，这边叫伟味旅途，里面呢就有个24小时的那个麦当劳，还有这个意美的餐厅，麻婆豆腐啊、鸡汤啊，都是一些很台湾的食物。还有这个拉面的，价钱还好吧。皇家传承，都卖牛肉面的，还有想想咖喱，要吃咖喱就可以在这边喽。还有激光相相机，卖台式炸鸡的。宋韩馆有那些石头饭、石头锅饭，还有个红烛丝啊，蘸仔面，很台的食物哦。可以看一下有游客，因为呢，你在第二航厦的话是可以在这边一边吃一边拿着行李的。小南门豆花，很普通的卖豆花的糖水店哦，还有烧云面铺店铺，烧云面铺，哦，对不起，嗯，还有那边呢有熟羊、小羊肉、木瓜牛奶、康拜器。对，哇，很香的的四川味道哦。然后呢，要一些其他的座位哦，是麻辣站。他们美食已经没有了，经典味的也已经没有。还有一家 Starbucks。还有呢，最后呢，有一个塔塔边。那塔塔边呢，是卖一些好像面包啊。室内的小吃，这里就是机场的第二航厦站哦，那你也可以来这边的。好的，它有咖啡、圣诞面包哦。那我介绍到这边了，拜拜。